欢迎收看《人人都是孤独旅行家》，我是蝉联王刘嘉林，我们在北极地区拍摄，我们真的在北极啊。嗯，这地方叫 Yellowknife， 大家在那个网上一查就能查着，黄刀镇一查全是我们做的。对，黄刀镇确实是。对，你在一查中文黄刀镇，或者你查英文的 Yellowknife， 大部分都是我们在做的内容。60%-70%估计都是我们的。嗯 ，YouTube 上也是查黄刀镇，基本都是咱们的。对，所以那个覆盖性，地毯式的。对。那个，我们这集说什么呢？我们这集就讲这个城市化，还是继续讲这个城市化这个话题。嗯、为什么呢？我就是觉得这事儿我觉得特严重。就为什么我带着媳妇儿、孩子、妈从北京。就跑这儿来了，这么远一个小镇子，北极一个小镇子，上这边来住。其实我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逃离城市。就是有的人可能没我这么厉害，嗯，他可能也就是去个什么郊区。对，像以前咱们在北京嘛，都逃到郊区了，在顺义避着。对啊，但是。顺也避不开，我发现那是肯定的，也避不开城市，然后你就必定会被城市的诱惑所吸引。我说的是什么诱惑呢？就是那些逼的诱惑。嗯，就是人类到底需不需要逼？什么都一逼就来了。嗯，我在这儿住了，我们在这儿住了前一年的时候，就是我觉得我一下就回到了那个。15年前的中国跟那个快递打架的那个状态，对吧？嗯。然后待了那么一段时间，待了2年，就适应，心里平和了，无所谓，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。嗯。快递爱什么时候来。像北京 delay 了，买保险了哈，又忘了给赔哈，那就行了。你看北京3天快递不到，咱就已经那个急了嘛，你就炸了这儿去。这儿1星期起10天吧。delay 个1个星期正常。咱还有包裹走2月的，记得吗？对，有真的有走2个月的包裹。嗯、所以说这个就是，但是啊，我就说有这么一个但是，那我还很少在网上买东西了呢。嗯，对，就是变相的去抑制了你的这个冲动，消费冲动。对啊，我很少在网上买东西了，对吧？那你的道理就是说，太方便、太便捷，倒反而去促进了大家这种不正当消费。嗯、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把钱。攒攒，然后去好地旅游一下再找我们。真孙子，太孙子了。这集暗号是什么？这集暗号是攒钱去旅游。对，真的，攒钱去旅游，这是一个，因为旅游这件事情是这样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一直在选择旅游，就是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我原来从来不懂这个读万卷书这件事儿。就是我觉得读万卷书太累了，还是行万里路去吧。然后呢，后来我发现了呢，当你行万里路的时候，你就需要去读万卷书。嗯，因为你在路上嘛，你就看着这个，你不能什么也不明白嘛。你支持你往前走的所有的理由都是让你在读书。嗯，就你不停的在读书，然后你就不停的就咱们俩变成了一个对相辅相成的，确实是互相绕的，互相就是你在看书，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吧，给大家，就是你在看一本书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描述了一个什么地方，嗯，比如说那个时候我看了某一本书来在讲那个荷兰的大风车，嗯，妈的我得看看去吧，啊，那最后看了，不过如此，然后你看多了就是那个感觉嘛，那一次两次三次，等最后你看我跟老李。你不还问我吗？你们俩去看大风车不去？那你们去荷兰都干嘛了？对，喝啤酒去。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到最后做到像一个本地人一样在阿姆斯特丹生活，这不就是咱们孤独旅行家的宗旨吗？对，就是我们最后追求的是状态，是为什么可以做到像一个本地人一样生活，是因为看了更多的书。就是这样，是因为看了太多的书，所以就是我跟你说，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
离开城市是未来之路。嗯，你如果在城市里必死无疑。嗯，为什么我这么说？老的像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自己知道我在城市里根本就没有我自己的位置了。嗯，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开编辑会的时候，编辑们，我们那帮老编辑们说的那些事儿，说实话跟现在真正的热点话题说的那些事儿根本都没关系。就那时候我上班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一天我发现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然后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大家关注点不一样吗？就是我这么给你举一个例子吧，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是有摇滚乐的。嗯，你弄一九零后，你跟他说半天摇滚乐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就跟那个月下，嗯，那个 Mandolin 那个乐队，嗯嗯嗯，那就是压根不知道摇滚乐是怎么回事，你都在学呢，不是，就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的，就是摇滚乐，嗯，就我那个时代，就是我这么一弄就是摇滚乐，你知道吧？嗯，一上大街人就能看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经历了那个年代，就包括现在有一些观众还在问我呢，你是不是玩滚的，就是气质里就带着摇滚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 Mandolin 那他这辈子他也学不出我身上的那个摇滚乐，嗯，摇滚，就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就我身上的那个摇滚乐的那个东西，他这辈子他也没有。但是我就是有，因为我经历过那个时代。嗯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是九零后身上是什么东西？嗯，是 R&B。你看啊 ，Mandolin 他们带的都是 R&B， 那是城市化的作用。小帕帕。哦，那零零后那不更？小帕帕，我还怕，是他们的主题中心思想，什么都怕。就因为没有不是我们那时代，什么都，去你妈！我觉得确实这个像你说，就是因为没有走出城市，没有去看、去试、去尝试、去体验、去经历。就是为什么有 skin high 那种文化，嗯，那帮孩子看的都是战后的新兴的那种，嗯，是看着那东西起来。六十年代，对，是看着战后的那种新兴的工业那种工人时代那种。嗯，他所以自身就带着那股劲儿。对，我们这一代人向往的是那种时代。你知道吗？大工业时代，就美国人就是支持特朗普那帮人，其实真的是这种，就是支持特朗普的，就是这种大工业时代的这种蓝领儿。嗯，我喜欢的就是蓝领儿嘛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蓝领儿的生活嘛，嗯，温暖，简单，生活不用特别富足，就不用非得什么的买奢侈品，我不需要奢侈品。我需要的就是实用好的东西，就这东西用八百年我儿子还能使，那我就买它。就我买东西的价值观就是这种价值观，金牛座的价值观。就是我儿子卖的时候还比我买的时候贵多了，这就是我的价值观。我买所有的东西对它的品质要求就是这么个要求嘛，所以贵好，但是我卖的时候比我买的时候还贵。嗯，这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的最大的要求。大工业时代的时候，做精工的那些匠人们需要做出来的产品就是这样的产品吗？嗯。昨天我还跟那个一大哥，卡城的手雷协会会长，嗯，我们俩还聊这个。他说当时买这44，他有44波兰44嘛，嗯，波兰的 M44，他买波兰 M44 的时候，他说我从那时候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怎么着。嗯，我一哥们说你买吧。哦，我还说了为什么你买这个了呢？说你买吧，这肯定不赔这个。哦，你看那做工。嗯，然后当年他们买这个44的时候就800块钱。哦，44前年的价格就800嘛。嗯，哦，你看看现在这波兰44卖多少钱？1600，涨了一倍了。那这个还挺适合投资的，你想想，这在多长时间呀，啊，涨了一倍的为什么？嗯，这涨了800块，为什么？嗯，是致敬大工业时代。为什么那个苏联的44没涨一倍啊？哦，就不是说所有的都会涨，也不是所有的44都涨了一倍，就波兰44涨了一倍，别的44差不多还就是那个价格，涨了一二百，二三百。明白。
对吧？嗯，它也就是那样的一个区间。那为什么只有波兰斯斯涨了一倍？还是工好？工好啊，嗯、木头好，最好的木头了，恨不得是实木了。那当年是说，就是它的价格最高？不是啊，当年所有的波兰斯斯价格一点都不高。当年所有的斯斯里边，当年苏联的高啊、哦，最早的时候苏联高，因为打得准。哦、苏联原装的嘛，图拉厂的斯斯。原装四四，或者是那个什么四四，那个叫南斯拉夫四四，嗯，南斯拉夫，对，南斯拉夫四四 ，M 四四，这都是比较高价格的。但是就是从去年开始，波兰四四就疯涨开始往上，涨了一倍，今年基本上涨了一倍。现在就是有朋友价格能出差不多1100-1200吧。那也是因为现枪嘛，让它的那个品质好的那些，对、啊，就更脱颖而出了。对啊，就是现枪啊。未来出去打猎的时候，你想背一支有范儿的枪，还能打得准动物的枪，没那么多了。嗯、半自动枪慢慢都会被限制掉，肯定半自动枪会被限制掉。你看为什么上来我玩就玩的都是栓动，我就知道半自动早晚会被。我是一个被限怕了的人，嗯、对吧？所以我就上了，我就知道我不碰那些 CQB 啊什么的那些东西、嗯、碰那些没意义，我又不去打仗去。是啊，我那玩意儿就大实话，我自己弄点气儿的，我有一梅梅我跟家里不就完了吗？不就是穿着防弹背心拿着那玩意儿看电影吗？抚摸一下咱。对，我对那种短枪的那种 CQB 的需求就是穿着防弹背心拿上然后看电影用。所以你给我一水弹的和给我一个水弹的不行，太屎了，我怎么才不用水弹的呢？你给我一个精品的气儿的和一个真的，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区别，我也不去打去。你看我什么时候打过我那些新枪，就是新的现代武器，是，对吧？很少很少很少。所以说这个就是真正大家我觉得应该想一想，反思一下价值观，因为我们的用户都是40来岁的用户，三四十岁用户，三四十岁，就大家真的应该反思一下价值观，就是你是不是还在城里头瞎子捐着了，别跟城里头捐着了，真的。嗯，